我邀请到了一位嘉宾，咚咚咚咚咚，哎，人呢？人呢？露出了一只手。好的，今天这个视频的企划呢，我是想尝试一下三手连弹。为什么不是四手连弹呢？因为旁边这位是零基础的同学。好，到了展示我高超的教学技术的时候。我们今天要尝试的曲目是，周杰伦在《不能说的秘密》里面有一首曲子叫做《陆小雨》。就是这首曲子可以看到，因为前部分呢它的主旋律其实蛮简单的，所以这位同学你还记得发在哪里吗？你还记得这个音它在哪里吗？喂，这确定？哇、哦、不错不错。那咪呢？高音的咪呢？ Re Do。 哇，那你觉得如果我们现在马上开始的话你有信心吗？没有。好的，那我们还是按部就班的来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放松放松，真的好僵啊！天哪，太僵硬了！你这一只什么僵硬的手？啊！来，来。